日本女子团体 AKB48 为了代言台北城，到台湾4天3夜，那么连夜赶工拍摄的影片曝光了。这三个女生呢，不止逛了台北各大景点，吃了不少美食，有很多第一手的独特体验。臭豆腐、胡椒饼，所有台湾美食都要尝一尝。日本人气美少女团体 AKB48 三个卡哇伊团员来到台湾，光只吃美食哪里够？ホテルにあった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食べた。食べた？食べてない。私お金かかると思った。時もお土産で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が有名だって調べてたので。没吃到凤梨酥没关系，回到日本前一定要买一盒带回家，毕竟难得来到台湾，马不停蹄拍摄行销影片，要让更多日本人知道台北有多美。人气美女体验台北街头碗面，逛街拍照骑 U bike， 还要寄明信片回家给亲友。来台4天，接下来他们要带北投逛媒体，还有邮递热谷。离台前还要参加大学生的录影节目。AKB 闪电来台，也让台北再度陷入哈日热潮。九零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